阿月，近日我已获得了协管户部，只管京兆府尹之权，西施也在管辖之内。你再等等，我一定会让东隅子民过上好日子。所以你这些日子都在忙这些？此事繁杂，所以这几天都没能抽出空来看你。你莫要觉得……哎，对了。那冷宫的事儿，你都知道了。我是看你受委屈，实在心疼，就顾不得那么多了。还挺解气。这时，你来到这里也有自己的事情需要花钱处理，这些是我疏忽了。这些银票你先拿着，如果有不够的，可以随时跟我说。不用。我已经想到办法了。你要周志玄的钱竞标我的，那是我和南王借的。哎，不和您说了。 放开，你若不要，我就不放。我拿着就是了。看，我得了什么好东西？ 这可是西施卖的优石泉公子作画的口脂，让我看看。算你有眼光，我可是托人花了高价钱才得来的。我还听说此口脂的用料，可不比蝶轩房的用料差呀。这上面不仅有石泉公子亲自作画，而且每天还只售卖5盒呢。我还听说连上京城的花魁也是用此口脂。 才把那些风流公子们迷得神魂颠倒。此物本郡主也想要，你可怜一个爱啊！我好不容易才得来的，凭什么给你啊？大不了本郡主加价嘛。本郡主有的是钱，我才不给你呢。什么口脂，把你们馋成这样，真是几个没见过世面的主。想要还没有呢。啊，我也想要，给我，我看看，我想要，哎呀，给我看一眼吧。 王妃现在可是日进斗金，一盒口脂100两，一天只卖5盒，这限时限卖的法子可真妙。听说王妃靠着赚的这些钱解救了很多东隅女奴。不愧是阿月啊！哦，对了，他们的口脂还配上了秦思远、秦公子的画，广受姑娘们追捧。听说这南王也参与进去，还时常过去光顾呢。秦思远，嗯。 真够热闹的。王爷，你去哪儿啊？去西施。谢谢你啊，这几日带姐妹来帮我造势，我的口脂才这么受欢迎。公主客气了，就算我不来，你的口脂定然也会卖得很好。还是多亏了你。你看现在这口脂卖得多好啊！ 你们就是那卖有石泉公子手绘画的口脂卖家吧？正是，只不过我们的口脂卖得很贵，所以……啊，我懂，我有银子，给。哎，且慢，我们的口脂只限量出售5盒，去看哪位贵人更有诚意了。那行吧，帮我把这个朱砂红色包起来，我出100两。100两的话，只能买我们的这些。啊，那我出150两。 我先，不要急，你先别抢，不要急，我要一个，我先来，不要急，这都是些什么生意啊，旭旭，你也不管管，把宝宝都吵醒了。王爷，不好了，那些贵女争抢起来了，那抢还不好啊，让他们抢呗，大惊小怪，打扰宝宝睡觉。我先上前，我出200两，别急啊。 阿史那初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呀，洛伊郡主，你也来西施了？
高洛伊，你不是看不上这些口吃吗？对呀、啊，你明明说看不上，怎么还来买啊？我先买的就是我的了。哎，先来后到，我先来的。王妃，把相关人员都给我抓起来！是。来人啊！快放我们出去！放我们出去！救命啊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关押我！我阿爹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就是，不会放过你们的！快点来人啊！那个冬云公主不会有什么事吧？刚刚好像倒地不起了，我可没撞他，他好像失心疯了一样，自己就往桌子上撞。我说贵人们呐，都别喊了，还是省省力气吧。没有北王发话，我们也不敢放人啊。哎，你快让十一哥哥过来救我！哎，你别走啊！陛下开恩，陛下给小女伸冤呐！我家小女生性柔弱，万万做不出此事啊！陛下，小女冤枉啊！是啊，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你冤枉！陛下，请你明鉴，小女被冤枉，从来不和人打架呀！陛下，齐宣侯、刘尚书、高山郡王，还有马都尉，都在殿外等候多时了，您看，要不要见一下他们？不见！他们的女儿和北王妃在西市因为什么口吃打作一团，还被抓去了衙门。现在他们找上门了，问朕要女儿，让他们找北王去。是，老奴啊，也已经跟他们说过好几次了，可他们就是不走啊。哎呀，他们这几位也都是咱们北朔的功臣呢，如果在宫里这么闹，怕是不好啊。那就让他们跪着吧，陛下。北王妃如何了？啊，回陛下，北王妃已经醒了。醒了就好。把我三弟叫来，该收网了。是。陛下，本王老年得女，那幽城自小也没受过下大狱的罪呀。陛下，岭南向来胆小，与人当街打架斗殴之事，他是万万做不出来的，还请陛下明鉴。小女一向尊敬首领，想必其中定有误会呀。是，想必都是误会呀。是啊。几位大人爱女心切，想向陛下启恩放人，可本王王妃现在仍旧昏迷不醒，难道几位公卿大人家的爱女们就没有一点责任？宫中女眷甚多，难免会有摩擦，北王殿下，您还是不要太过计较的好。那听高山郡王之意，竟是令爱毫无错处，倒是本王计较了。那这样，本王是不是可以叫府中女眷将令爱打至昏迷？您也可以不做计较。你陛下，北王殿下，你未免有些咄咄逼人了吧？你怎么能和长辈这么说话？是啊，是啊，你怎么能跟长辈这么说话？本王只是就事论事，而非靠年岁起恩，更不会仗其功绩逼迫陛下。几位公卿大人的爱女，若是不向王妃道歉，取得她的原谅，本王便会追责到底。那王妃昏迷不醒，怎么令小女们跟她道歉呢？就是啊，坐使王妃一直昏迷不醒，只怕是令爱要以命偿之。啊，周世云，皇上休要亵渎本王，万万不可呀！陛下，陛下明鉴啊！明察呀！朕派去的御医来报，北王妃已经醒了，
只是神志有些不清楚。神志不清，皇兄，王妃怕是已经落下病根，还请皇兄以伤人罪惩处一干人等。这可如何是好？这可怎么办？陛下呀，万万不可呀！陛下，陛下，我们真的不是故意。陛下，北王殿下，可麻烦了。是，本王真是怕了你呀、啊。那北王妃已然清醒了，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好吧。您要有什么要求，您尽管说，只要不惩戒小女就好啊。那既然高山郡王都已开口，本王就看在你为父不义上，这样，只需要您让令爱向王妃道歉，并祈求她的原谅即可。哎，这可以啊，就这么简单。本王既如此爽快答应，那自然高山郡王您是欠我一份人情了。如今西市政策推行，受到极大阻碍。而高山郡王您在朝中德高望重，想必是有所办法的吧？这有办法，有办法，有办法，有办法。此事我定连同齐宣侯等人，一定让王爷得偿所愿。是是是。那接下来，一切就看诸位的了。哎，好，我们现在就去丞相府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现在就去，现在就去。本侯的面子，景渊还是会给的。对对对，那就有劳诸位了。丞相，那帮老臣可走了？走了，真是把陈年往事如数家珍了。这次周时雨，可是找了不少人。就这么让他们得逞了？这些老臣的面子还是要给的，不然他们的女儿一个个在大牢里，都会怪到本相头上。现在还不是得罪他们的时候。圣上有旨，今后东夷人皆可在西市经商，成为北朔合法商户，所需缴纳税金与北朔商户完全一致，官员也无权再对人货进行扣押，此后东夷人无需再东躲西藏。这样耗损身体，芊芊看了着实心疼。只要能帮到东隅子民，我这点伤不算什么。阿姐，放心吧，阿姐，是我。吓我一跳，我以为宫里有人来看我了。你放心吧，阿姐，他们不会再来了。朝堂已经下旨了，允许我们东隅人在西市合法经营了。也不枉费我受这一遭罪。我看这个北王啊还不错嘛，这次为了阿姐可是把整个朝堂搅翻了天。我也没想到他能做到这个份上。哎，对了，阿姐，西市的商贩们都很担心你，我都说了好几次了你没事，他们还是不信，他们还说必须要亲眼见到你才放心，所以我就替你答应了他们的邀请。小王子，可是公主的伤，要不然我们还是婉拒吧。这邀请我得去，我的伤无碍，不能枉费了
我们东宇子民的一片心意。我要是不去的话，他们会为我忧心的。太好了，阿姐，我们一起去吧。好呀。那个，我能请苏念吗？她也出了一份力。当然可以，苏念姑娘一定得来。还有石泉光子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南网，还得感谢他的口汁。去请吧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太好了。公主啊，那北王呢？北王，我自己去请。这是什么呀？茶香饼。茶香饼。不知这次要本王多少银子？我怎么会要你银子呢？这是我特意给你做的。那可奇了怪了，本王明明没做什么，何故要特意给我做？你就别说气话了，你这次的功劳可大了，我要替西市所有东宇子民感谢你。本王可不敢当。哪有阿月劳苦功高啊，竟然以身作饵，连本王都算计到了。对不起啊，我是不该算计你，你就别生气了。今晚西市的商贩们盛宴感谢我们，我们一起去吧。我还有公务要忙，下次吧。对不起，我也是逼不得已的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。我生气的不是你算计我，是因为你以身犯险。如果我没有及时赶到呢？如果我没有很顺利的解决这件事情呢？你该怎么收场？希望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的人是我。有什么事情你都可以跟我说，我们一起去想办法解决。嗯。还疼吗？不疼，一点都不疼。走吧，我陪你去。香香的，苏念，来，这个，这是我们东宇特有的糯米酒，你尝一下。来，确实不错。嫌丢人呢，你王爷，走。哎，北王殿下和公主殿下来了，北王殿下和公主殿下来了，快呀，北王殿下和公主殿下来了，快过来呀，北王殿下来了。北王殿下，公主殿下，感谢你们为西市做的一切，我们终于能见光了。
不必如此，快快赶紧起来，都起来吧。请起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哼，为什么不感谢我呀？西市的事情明明我出力最多呀，你们竟然周谢周时雨，不公平。多谢南王殿下。公主，北王殿下，快快请进，请。谢谢北王，谢谢北王殿下，谢谢北王殿下，谢谢北王殿下，来来来，谢谢北王殿下，谢谢，多谢你们啊，谢谢北王呀，谢谢北王殿下，好，好了，好了，谢谢啊，别令小公主，不知道你还记得老朽吗？你小时候啊，可汗带您到过我们的部落，那会儿啊。才这么高一点点，没想到一转眼，您变成了能担当大事的人了。老先生，你可能认错了，这是本王王妃阿史那珠。对，我是长公主阿史那珠。长公主，啊，老朽记得好像是月令小公主啊。您记错了。哎呀，恕老朽老眼昏花。哎，公主恕罪，公主恕罪呀。多谢，来，公主，我们干了！来，干杯！月令，阿月，小公主。什么北王妃啊，还没正式册封呢。
那没册封之前谁都有机会。况且阿史那桌，你可答应过嫁给本王啊？南王，你是觉得我哪里好，我改还不行吗？那么多的高门贵女，你就不能抬眼看一看啊？你确实没有一点好，可谁让你是周时雨的人，那我就要来争一争。你俩争吧。又闹别扭了吧，小旭旭，是不是还得本王亲自出手啊？还得是我们王爷。走。你可查到了周时雨和冬鱼公主身上的弱点啊？还未发现此二人身上有什么弱点和破绽。你且继续潜伏，若有合适时机，须先偷走玉佩，然后趁二人不在一起之时伺机刺杀，直接毙命。属下自知多次任务失败，万不能再耽误主上的大事。没事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这个苏念，怕是已经动了一心了，还在替他们隐瞒。给他停药吧，留着也没什么用了。是。阿姐啊，你说这北硕太阳晒的牛肉干啊，味道一点不比咱们东鱼的差呀。哦，你是觉得北硕的牛肉干好呢，还是北硕的人好啊？嗯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我得给苏念带回去尝尝。哎呀，芊芊，你看咱们星翼小王子啊，现在有什么好东西都想着人家苏念姑娘呢。这也许就是公主常说的那句男大不中留。你们还说我呢，那北王不也一样吗？以后干嘛啊？这是王妃，这是这些都是陛下赏赐给王爷的，但王爷说此次西市得以恢复经营权，让两国百姓都能受惠，王妃您功不可没，所以让我把这些赏赐都给王妃送过来。哎，阿姐，你看我说的没错吧？没错没错，小王子说的一点都没错。这北王殿下呢，确实有什么好东西都给我们公主送来，他呀心里有公主，且只有公主。就你会说，赶紧安置他们去。好嘞，请往这边走。如今西市繁华了起来，东隅商贩也会在这里扎根安家，你之后就不用担心了。他们在这里过得好，过得开心，是哪里都不重要。公主，原以为你是个假公主，没想到是一个真公主。原以为你是一个天真不懂世事的小公主，没想到……没想到什么呀？没想到是一个关爱子民、有大义的小公主。北王殿下，我怎么感觉你有事求啊？没想到被王妃看出来了。说说看吧。明晚想征用王妃一点时间，有事情要说。好。
你看那万家灯火和天上的星光点点遥相呼应，这美好又祥和的画面真的是能让人的心情豁然开朗。是啊，日落能见万家灯火，日出能见万家炊烟，这一朝一夕看似平凡，但却踏实又安定。的确，朝夕为安，朝夕相伴，确实是人生绝佳确幸之事。你怎么突然带我来这里？我们北朔虽然没有冬鱼热烈的篝火，但北朔有灿烂的烟火，我想带你看看，也可以祈福祈愿。烟火，好漂亮啊！你怎么不祈福？你觉得祈福的话能实现吗？当然，心诚则灵。好，我希望冬雨小公主阿史那月令能成为我的王妃，我愿终其一生与其厮守。阿渊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新任务，务必诛杀此人。星逸，陛下，自从西市开通了商贸互通，商贩们获得了合法的经营权，这才过去了半月，单单是东隅人在西市购买的摊位费用，就已经超过了以前很长时间的税收收入。北王此提议实属不错。是啊，短短半月能获此成效，北王功不可没，朕也理应论功行赏。能为陛下分忧，为两国百姓谋福祉，乃臣弟分内之事，臣弟不敢邀功。北王能不居功自傲，朕已欣慰，但该赏还是得赏。陛下，臣有一事要当庭禀告。何事啊？据可靠消息，那东隅和亲公主乃假冒之人。这成何体事？什么？竟有此事！难道东隅小国随便找个女子鱼目混珠，哄骗我们？怎么敢人呢？我们没说，放在眼里。这北朔女子成婚，怎么这么多规矩啊？公主，你怎么净挑一些成亲的片段看？我知道了，公主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嫁给本王殿下了。谁说的？瞎说。哦，我看我们公主最近与本王殿下十分亲切，这芊芊还以为很快就能改口叫驸马了呢。这为此呀，芊芊准备了好多好多嫁衣的款式，想要给公主参考参考。
看来现在是不需要了。哎，让我提前看看也不是不行。还说不急，我看公主就是口是心非。哎呀，我也是个女孩子，早晚都是要成亲的，这提前看看也不为过吧？不为过。这件好好看，也不知道石宇穿上是什么样子。你们不能进去！什么事啊？这是王妃的院子，你们不能随便进去。这太不像话了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，公主？不能进去！停下！你要干什么？这是做什么？奉皇上旨意，你冒充冬雨长公主的身份，我等特来拿你上殿审问。